耶、yeah, ，上飞机。哇，好正哦！我们要去找 Gale。My first time。如果能向未来许愿，我想变得有自信点，希望瘦身能成功，然后爱保养，上环 go go go。 如果以后能赚大钱，我想出国到处旅游，找到对的另一半，每个人都平安，好幸福又健康。过去那些难过的圈。瓦迪卡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许俊存虚度，谢谢大家看完我的泰国 vlog。因为这次泰国游的后面几天，我拉肚子拉得蛮严重的，我觉得是喝太多泰韩的饮料，所以后面几天都没有记录到。啊，没关系，网络上很多人问我泰奶怎么泡，哼，我是专家哎，问我就对了，所以现在来教你们泡泰奶。首先准备的这个是手标泰式茶奶水，泰式奶茶的灵魂的炼乳，一个人喜好可以加蜂蜜、砂糖、热水。那我们准备来泡了吧。第一步就是把泰式茶叶打开来，好香好香。然后拿出一个杯子，我们大概加个四包五包好了。这个泰式茶叶啊，它有分红色包装跟金色包装的。听说金色包装的茶叶比较好，但红色包装的泡起来比较好喝，它的味道比较香，颜色也比较橘。可是我在泰国买的是金色包装的，如果想要这种茶叶，网络上也买得到。对，我泡个四包，接下来加热水。这个热水哦，加多少好呢？加盖过这个茶叶好不好？盖过这个茶叶，那我们拿个什么东西压一下它？有没有看到变红色了？泡久一点，让它入味一点，可以大概泡个五分钟。好，就泡五分钟。这个水如果是滚的水会更好喝，拿下去煮的话，
哎，我泡泰奶已经失败超多次了，我觉得这次绝对会成功。其实我每次失败，但都还能喝啦，就是没有像市民大道那家泰式奶茶店那么好喝。泡开，泡开。哎，哦，我忘记计时了，没计时就没计时啊！你泡的太久，搞不好更好喝哦。一直拉好吗？不要拉好。看到这个泡越久，这个色泽我越来越出来了。这个加了炼乳奶水，颜色不得了。差不多五分钟了，我们把它压一压。因为我们泰式茶泡好了，我们来加砂糖。炼乳就带点糖味，可是你如果加砂糖，就可以不用加到那么多炼乳，对，提升它的甜度。哦，那我们就加个大概一匙，加蜂蜜也可以。我是没加过蜂蜜哦。耶，加蜂蜜，加多少呢？大概这样应该够吧。加入我们的灵魂哦，炼乳。这个炼乳啊，哪个牌子好像都可以。对，要开两个洞才倒得下去。网络上说炼乳就转个几圈这样子。哎呦，有没有看到泰奶的诞生？接下来我们要准备的就是冰块。嘿嘿，没错，一整杯的冰块。泰式奶茶都会放好多冰块。那这个冰块碎冰会更美味，我还特别拿了手标的杯子，对，我上次去泰国喝完舍不得丢。哎呦，它都融化了。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加我们的奶水。这个东东网路上或者是那种东南亚的超商哦，应该会买到。泰奶都加奶水，口感比较滑顺。大概加多少嘞？我靠，这个渐层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一般拿牛奶就没有那个泰奶的感觉。拿吸管搅拌一下，哈哈哈！我觉得这次一定成功。耶，我们的泰奶完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试喝看看有没有成功呢？我很严格的，我对泰奶非常严格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希望你们都学会如何泡泰奶。喜欢的话可以按赞、按订阅、开小铃铛，拜拜。